吐了，有水，然后我们车子开了好几天，很脏了。今天就在这里停下，这就特别方便。随便加上你，看起来不那么脏就行。这个地方水特别好，接一桶水，到时候做个煮菜什么都可以。哇，打湿了。这水好像还有点清的，挺干净的。哎，这个水很清澈，你要来煮饭什么都可以。走吧，继续赶路。这边每家每户都种了很多玉米，那他们就会把这个玉米挂在这个树上。